什么？会计一零什么？特级？哎呀，冰冰，冰冰山没过。嗯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夏季冰淇淋大赏，又到了一年一度吃冰淇淋、游泳、穿比基尼，骗我啊！就每年要有一次例行的吃冰淇淋的一个仪式感。那么我们去年的时候呢，也给大家录了一期关于、去年的网红冰淇淋的一个合集。对对对，今年呢我买了更多的款，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考虑到它会化，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吃。好啦，第一个是中靴高的，这个是 AD 钙奶味，就是娃哈哈的那个联名款。还记得以前的广告吗？娃哈哈不是娃哈哈果奶，妈妈我要喝，不是这个吗？娃哈哈果奶，妈妈味道，熟悉的造型，熟悉的中靴高。哎，这个里面有夹心啊，你们看，酸酸的，橙汁，浓缩橙汁。我发现啊，这个它这个雪糕的那个外面的奶油真的很香，然后最好是夹心和外面的皮一起吃，好好吃啊。哇，肉松味，香香，肉松面包，然后上面有海，这个上面还有海苔。哎，我最喜欢吃甜咸搭配的东西了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。哎呀，花了，肉松汤吗？这是啥，你知道吗？这简直就是个色拉好吗？我觉得它化了以后拌一拌，对，然后把它浇在某些东西上面，面包上面，然后再拌抹在面包上面，应该会还可以。刚忘记打分了，中靴高给它打个分，五颗星，满分，五颗星就满分了，那五颗星啊，那这个呢？那个中靴高绝对好吃，这个的话我给它打两颗星，这么低的吗？哎，什么呀？哎，东北大板，这个冰淇淋是成一 B 大款，上面写了叫那么酸爽呀，你看它是一个 B 大克的脚爪，外面是脆皮，是巧克力那种吗？对，里面就是普通的奶油冰淇淋，这个奶油味道真的跟那个中靴高的真的没有办法比，反正不太好吃，我给它打一个两颗半星吧。那现在大家看看这个好吃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这个女生应该很喜欢，这个是芝芝桃桃，蜜桃味雪梨，应该还好。那粉红颜色的，粉粉的，然后里面是，哎，它里面倒是不粉的，好绵密啊，有芝士和桃子的味道，后来打分四颗星。下面有这种，你看，桃子味的雪泥就在这个下面，这个不错。哎，这是小白蒙牛和江小白的联名，焦糖味酒心巧克力冰淇淋制品，大人吃的冰淇淋制品。对，我还没有长大呢，这我吃不了。第一个是未成年吃的，谁还不是个宝宝？哎，有股高粱的味道，我醉了，好高粱啊！你就闻一口你就醉了，那我不能吃啊，我开车了，快醒醒！有代驾，你快点！我舔上去就辣辣的，这是辣的，你是在演我吗？哦，我见了鬼了！小朋友不适合吃这个坏，我们吃个小朋友的橘子棒冰，橘子棒冰好，橙汁都做完，只剩冰了。还是好，好北冰洋的味道。如果有点气就更好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我给你买的一个俄罗斯网红冰淇淋，长得就是一颗糖梅。哦，这里面的奶油好好吃啊。我已经吸出来了。那草莓是酸酸甜甜的，里面的奶油是甜甜香香的，而且这个是真的草莓，那个云里不是人家那种什么合成的草莓。奇怪的冰淇淋又出现了，加一，又来了，奇怪的。哎呦，你不要碰它！为什么这么吃？你不要碰。比那个肉松，所以3.5分它还是值得拥有的，接近4分。咸蛋黄珍珠味，有一股月饼的味道，这咸蛋黄的味道好浓啊，肉粽，这个珍珠不错，这个珍珠真不错，没有那么硬硬的感觉，还是有点 Q 弹的感觉。我靠，这珍珠也太好吃了，它没有僵硬掉。我之前做过一个评测，是那个珍珠奶茶糖类的那种珍珠奶茶，没有一个是好吃的，这个真的是属于珍珠奶茶糖好吃的。我们刚满分是5分是吧？我们满4.5分好不好？我4.8，4.8，就是羊乐多味，这个包装做的还可以，这是韩国的是吗？韩国的，对，这天的，什么味儿？应该能想象得到那个羊乐多的味道。哇，好冰啊！浓浓的乳酸菌的味道，对，你自己买瓶养乐多，然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我喜欢的，
大白兔，味道，这个比去年那个好吃太多太多了，有点像猪血糕外面的那个东西的味道，然后跟刚刚那个喜茶上面一层也很像。对，大白兔的这个冰淇淋配老干妈应该是很好吃的，是我脑子中的那种味道。每一次的评测一定不能少的。哦，不要吃，我吃饼干，快吃，我不要，我最爱的，我吃江小白，我都不吃这个。马来西亚猫山王，很贵的。哎，他不要浪费，榴莲可以吃到。哇，好，就是榴莲味很重，超级重，还可以。好，给它打个四分，四颗星。哇，你能给榴莲打这么高的分，那真的是好吃呀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一分扣在它有榴莲在里面。Coco 奶，哦，它是，哎呀，饭了。这像不像一碗椰子饭？这肯定好吃的呀。哎，它里面有椰蓉，这很纯正的椰子味，里面有椰蓉，一颗一颗的。这东西王小贱太讨厌吃了。他不吃的是椰蓉。快给他打个分，四分。那个椰子和这个它都是那种纯天然的味道，就是吃起来就很水果，很水果的味道。然后总结一下，你最喜欢吃哪个？我最喜欢吃中雪糕的那个，还有那个草莓的。草莓也好吃。那么草莓的珍珠奶茶好吃的，然后这几个都好吃的，俄罗斯的方块。喜欢吃中雪糕的小伙伴点个一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冰淇淋大赏呢就告一段落了。今年好吃的冰淇淋我已经给大家挑出来了，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踩坑了。好啦，小伙伴们。